注意看，这种萌宠治愈 LoFi 频道正在悄悄赚大钱。这个账号两个月前发布的北极熊治愈 LoFi 视频有215万的播放。据 Social Blade 显示，这个频道每个月能赚14000美金。还有这个用同样的套路起号飞快，一个月前发布的猫咪治愈 LoFi 视频已经获得了40万的播放。而这些视频制作起来非常简单，完全可以用 AI 去批量生成，不需要任何的文案写作，只需要可爱的萌宠画面搭配治愈的音乐。接下来七七会全流程演示如何利用 AI 来生产这样的爆款萌宠 LoFi 视频，手把手教你从零到一搭建一个萌宠治愈 LoFi 频道，一定要看到最后，不要错过任何细节，因为我保证你不会在别的地方看到这么干货的视频。那首先，为什么这样的萌宠治愈 LoFi 视频会受欢迎呢？当然是因为没有人能够抵抗可爱的猫猫狗狗啦。人类对可爱的小动物通常有强烈的情感链接，小动物的形象能够激发我们的照顾心理，进而产生幸福感，带来积极的情绪反应。更重要的是， LoFi 本身就是 YouTube 上很受欢迎的赛道。之前我也做过一期 LoFi Girl 的拆解，现在只不过是把女孩换成了小动物，这本身就是一种爆款的二创和变种。还记得七七经常说的吗？爆款总是重复的，火过的东西会反复的火，但关键是你要找出自己独特的限定词。而且这些视频每一个选题都是很明确的解决失眠问题，比如说3分钟内立刻入睡、失眠、缓解压力、焦虑和抑郁，这个价值提供的非常明确。我们点开这个145万播放的视频，可以发现视频全程就是一个小动物趴在云朵上睡觉的画面，再搭配简单的动效和舒缓治愈的音乐，真的没有多么难。那复刻这类视频的关键就是，第一个，极度可爱的动物形象，第二，无版权的音乐素材。了解思路之后，废话少说，我们直接进实操。第一步，用 Made Journey 生成萌宠。作为频道的门面，我们需要生成一个足够吸睛、极度可爱的萌宠主视觉。我们可以打开对标账号，截取想生成的画面保存下来，然后再来到 Made Journey， 输入斜杠 describe， 上传刚刚保存的图片， Made Journey 就会帮我们生成4组描述词。我们可以依次试一试每一组的效果，挑选一组最好的。这里我们选中第一组的描述词，记得要把比例改成16:9，因为这个是 YouTube 需要的尺寸。然后提交，点击生成，来看一下生成的4条图片，对比一下。我觉得第二条描述生成的图片更符合要求。这里呢，我只是截了一张图，大家如果有想要生成的形象，也可以去多保存几张对标截图，反复去描述调试，直到生成自己最满意的小动物画面。另外，为了保持频道画面整体风格一致，我们可以用 seed 值参数，这个参数能够帮我们控制主角形象的一致性。比如说我们选择生成这张画面，右键选择添加反应，点击显示更多，输入 envelope， 点击第一个信封 icon， 系统就会在左侧菜单发送 seed 值给我们，点开就可以看到这个数字。有了 seed 值，我们就能轻松生成风格统一的画面了。比如说我想要生成一只小企鹅躺在云朵上的画面，就直接复制先前的描述，将主体 cat 改成 penguin， 适当修改一下其他的描述，再加上 seed 值，就能够生成画风一致的形象啦。有了图之后，我们可以来简单制作一个动画，增强视频的交互感。可能很多人听到做动画就感到害怕，但实际上制作起来真的非常简单，几秒钟就能生成一个。我们打开 LiaPix， 这是一个免费的 2D 转 3D 动画的网站。我们需要先注册账号，然后来到主界面，直接上传想要添加动画的图片。不到几秒的时间，一个简单的动画就做好了。我们可以直接下载这一段动画，不过会发现这个生成好的视频有水印，但是不用担心，我们等到剪辑的时候就能够解决掉。第三步，无版权音乐。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话题，因为 YouTube 对音乐版权的管理很严格，如果收到版权主张就会影响视频盈利。这里呢，七七也为大家总结了两个办法。第一个办法就是直接下载无版权音乐素材。 YouTube 本身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音频库，有大量的无版权音乐，我们可以直接下载免费使用。除此之外， SoundCloud、 Gemindo 等平台也有无版权的音乐可以下载，不过使用的时候要注意看清他们的使用限制条款，避免错用。第二种方法就是用 AI 来生成音乐，市面上的 AI 音乐软件有很多，比如说 Soundful、 Ava、 Mobert，
这些工具能够让完全不懂音乐的人一键傻瓜式生成音乐。这里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 Mubert， 因为它在限定的次数下可以免费使用。我们先注册账号，然后来到主界面，可以看到生成音乐的方式有输入描述词、上传图片和选择音乐类型。最简单的就是选择音乐类型，因为我们做的是治愈音乐，也就是睡眠音乐。在 Activity 里面可以直接选择，可以看到类型非常丰富。这里我们选择这个氛围的音乐，修改一下音乐的时间，范围是5秒到25分钟。为了保证音乐质量，生成5分钟左右的比较合适。点击确定后，耐心等待音乐生成。我们来听一下刚刚生成的音乐。Mubert 效果还蛮不错的，但是能够听到有水印，这个要如何去除呢？我们先选择下载，来到 My Downloads 界面，音乐加载好后再点击下载。这时候会弹出一个窗口，要输入频道链接，相当于就是给你的频道开白名单，拥有音乐的使用权，避免版权纠纷。填好之后就会自动下载，接着我们再播放本地下载好的音乐。就会发现水印消失了。如果想要生成多段音乐，只需要重复上述步骤就行。第四步，视频剪辑，我们直接导入之前生成的动画和音乐，先调整画面大小，把水印截掉，看一下对标视频，再简单给画面加一些贴纸和特效。我们点开贴纸，在素材里面搜索腮红，选择一个合适的腮红加在视频上。按照上述方法，我们再给画面添加睡觉和星星条的贴纸。同时为了增加氛围感，我们还可以添加一下特效里的 bling bling 的效果，这个星夜的特效就比较合适。预览一下，因为这个画面是循环播放的，所以我们还需要拉长。我们选中音频外的所有轨道，右键新建复合图层，然后复制粘贴，不断重复，直到拉到想要的视频时长。音轨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复制粘贴，拉满时长。注意，我这里的演示只放了一个音频，正式做视频的时候是需要多个音频来拼接，丰富层次感。 OK，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成品吧。怎么样，是不是超级可爱，超级治愈，感觉身心都得到了放松？不得不说，现在的自媒体玩法真的是千变万化，再加上 AI 的加持，随时都会产生新的爆款方向。但是一个人的时间精力真的太有限，要去看大量的案例，分析理解其中的流量密码，再研究如何复刻执行，等你做完这些，这趟赚钱的列车可能早就开走了。这也是我们第一款产品打造超级个体 Rapid 的内容营销流量系统想要真正帮助大家解决的问题。在这个产品中，积极团队会拆解各大平台最新的成功案例和内容模板，帮助大家10倍速度 get 流量密码，跟上自媒体圈最新的赚钱玩法。不仅如此，我们爆肝500小时制作的 Notion AI 创作系统也会为你的创作执行铺路，直接用我们团队迭代出来最简单粗暴好用的内容创作工具流和 AI 工具，让你少走一年弯路。同时我们还配备了专属的学员社群，帮大家答疑解惑，陪伴大家一起成长。另外，七七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新年礼物，超级个体 AI 时代内容营销和虚拟产品变现指南。这份足足65页的电子书，揭秘了普通人赚钱的核心公式，以及一个人也能做的高利润线上赚钱项目。如果你也想像七七一样，不管在任何平台都快速取得结果，这个系统和配套的课程会告诉你答案。只要点击视频描述栏下方链接，你就可以免费领取电子书和报名课程。种一棵树，最好的时候是10年前，其次是现在。如果你想要在2024年赶上 AI 的快车，如果你对内容创作感兴趣，想要通过网络将你的技能产品变现，想要通过自媒体赚取被动收入，我敢说这会是你今年最值得的一笔自我投资。 OK，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
如果你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订阅七的频道，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那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 AI 赚钱项目。如果大家有想要七七拆解的频道案例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吧。